他人呢？他为啥让你帮他卖水啊？他人呢？他，鲁师兄，咱们帮他把水卖了，不是还能跟他收取管理费吗？虽然只是一箱水，但是也是为社团做了创收了吧？嗯，有道理啊。啊，那你说咱这一瓶水收了多少钱呢？这电影社是咱们的地盘，想收多少钱，还不是咱们说了算。嗯，那咱就一瓶收他5毛钱，免得他说咱电影社的人贪得无厌、得寸进尺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就一瓶水收他5毛钱，就这么定了。少多多。这边，哦，哎，放这里就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好，这边，谢谢啊。没事没事，那我们先回去了。哎，同学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俩觉得今天晚上的活动咋样啊？很好啊。那就好。哎，你等会儿啊，给你俩一人一张电影社的这个报名表，你俩把表填了，以后就是咱电影社的人了。以后咱一块整更厉害的活动呗。那我们回去填完再给你。欧了，没问题。然后这身衣服就当你俩的入社礼物了啊。行，谢谢啊。那我们先回去了。欧了，拜拜。走吧，走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呀，相见恨晚呐。哎呀，山呐，我是真没想到今天晚上的活动能这么成功，简直就是首战告捷，大功告成，大放异彩，给我掌声。对了，鲁师兄，把你收款码给我一下，我把那个卖水的管理费给你。那不是应该那谁给我吗？哦，我晚点找赵多多要，先给你，怕忘了吧？还是咱家依山齐心哈。来，哎呀，回来了。咱老三今天可是出尽了风头啊。这家伙出了风头回来就不搭理人。这人有啊？没有？还没有？你看他从进门开始就当咱不存在呢。我没有要针对你的意思，你先冷静冷静吧。啊！锅包肉，你啥态度你？口水鸡辣子，你起开！你啥态度你？啊啊！你啥态度？啊啊！
想想看，完美。哦，加个卧蚕。喜欢吗？再夸张点。你确定？我要来了。三、二、一。姚医生，是不是侬？那做啥么子啊？我又被侬吓死的嘞！啊哈，娘娘，跟你开玩笑呢。是不是还有其他人？我听声音尖声尖气的，像女孩子哦。啊，没，没有，娘娘。没有，娘娘，逗你玩呢。
你弄个小鸡头，装什么不好装神弄鬼？你快跟我回来！哎，马上回来，马上回来。所以你拿我家钥匙就是为了干这个？啊，我答应你帮你解决合同的事儿了吗？姑妈胆子又不小，吓不着她。嗯，看出来了，早知道就先跟你商量一下。我姑妈都背着我跟你改了合同了，恐怕也就如她所愿了，也不能完全怪你。你是说，你姑妈已经知道了你不想让她陪你啊？嗯。哎，那把话说开了不就好了吗？要是换成我和老赵啊，指定大吵一架。嗯，也是，那毕竟是你姑，又不是你爸妈。方便问一句，为啥你是姑妈来陪读，而不是你爸妈呢？我七岁的时候，我爸妈就意外去世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事情包在我身上。你又想干嘛？我还没想好我要干嘛，但是办法总是能想出来的。哎呀，放心，不会收你钱的啊。哦，说起钱，我把今天卖水的钱转给你。你把那些水给卖了？嗯。不能卖吗？能啊，你全都卖了？对啊。哇，杨一莎，你可以呀！我还没说你吗？没有啊。夏主席，啥事儿啊 ？Two please。上一次学生会开会，二位应该都在吧？这啥意思啊？会上面说过的话呢，我就不再重复了。学校社团经费已经出现了超支的状况，所以从下学期开始，会适当的减少社团的名额。啊，那要减多少个呀？那减谁不减谁的有啥标准呢？削减多少个现在还没有确定，不过像二位这样的社团还是多多努力好自为之吧。你啥意思呀？还好自为之？你这不是装腔作势、狐假虎威，你仗势欺人吗？你
夏主席，人家电影社不挺好的吗？听说医生口碑挺好的。这不是病，行什么行？那一次活动能代表什么啊？俺们的各个社团的评价要综合、全面、客观，你懂不懂？所以说，你应该都明白了吧？明白明白。是，咱电影社以前是没啥人关注，但现在不一样了呀！啊，你说咱的放映会整得多成功啊，光这几天就十几号人申请入社了，眼看咱马上就要成为北疆大学第一人气天团了。他夏子豪凭啥呀？凭啥把咱跟那创业社相提并论呢？我们确实应该继续努力。我就是气不过，你说他创业社有啥呀？啥也没有。地儿是占咱的，那唯一的社员还是从咱这儿抢的，眼看着就要倒数第一了，还把咱拉下水。没事，没事。他要干啥呀？招不着也得招啊！那这社团招生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怎么能让我随随便便就做海报？我们不是应该好好想想策略什么的，比如那个吸引力是什么之类的。是，那不时间紧任务重吗？海报先贴着，策略也想着。等你策略想好了，这海报不得重做呀？哎，重做就重做呗，我又不会少给你钱。不是多姐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不是心疼你赚钱不容易吗？哎呀，你不用担心我，这东西先给我，你先回去吧啊，我再找地方贴。真心疼我啊？是心疼我还是心疼我的钱呢？多姐说什么呢？哪是多姐？行，那你少算我一点工钱，我回头请你吃好吃的。好。那我要吃你们家那个烧烤店的鸡翅冷面。哦，这么会挑呢？那吃冷面之前先吃点烤串好不好啊？好啊，波姐最棒了。那你好好贴。好，那我走啦。拜拜。
小石，嗯，我们拍一部短片吧。好啊，那就拍。我们自己的故事吧。嗯，好，那就拍我们的故事。我喜欢电影，也可能是受他们影响的。但是夏子豪上次说下学期就要删减社团了，这电影社是你爸妈创立的，你还不得想尽办法保住他？嗯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保住他的。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告诉我就行。你和我们电影社不是竞争关系吗？嗯，